聂隐逸待劳。十字天书，本座势在必得，受此吧。久闻五绝武功盖世，以为这样就能稳操胜券了吗？人天借法，千秋万载一统正。老夫纵横江湖半世，绝天下。哼，跳梁小赌，留下命来。八荒六合，飞沙夺魂。阿弥陀佛，放下屠刀。满口仁义用语。既是如此，叫我不说话，还不处死。时不我与，站在我身后，我来为你抵挡伤害。玄铁剑在手，谁能挡我？扭转乾坤，妙手回春。情到深处难自禁。寻回天书，晚辈必定竭尽。让我们一起开始闯荡江湖。前面有魔教中人，挑战关卡需要消耗体力，体力会逐渐恢复哦。你们若……姑娘别怕，无耻！施主，好快的身！大师负伤之余，莫投鱼。若是敌人难缠，便要先控住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倚天之风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们胜利啦！老衲需要调息一下。多谢大师，请多保重。剑感，魔教果然人。魔教什么人？这雄浑的指力，前辈神技。敌人的阵位不同，应对之策，留下命来。倚天之风，留下命来。倚天之风，留下命来。哇，是武功秘籍，赶紧学习吧。这些秘籍虽非晚辈涉世未深。也好，老夫便教你点一下这里试试。我们还少一本秘籍，点击这里看。岛主所言还未尽起，你的武学修为便可以更进一阶。可恶，何事？前辈，现在前辈过，嘿嘿，多谢前辈相。你且退后，看老夫绝天下。倚天之风，倚天之风，绝天下。
功告成，赶紧学习吧。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，让我们……我感觉你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。你刚刚所得的果真如此，传功是头等大事，除了蛇胆之外，选好材料，眼下就……你的武学障，看看我们掌握有这个，就表示我们可以，让我们来提升技能威力吧，让我们继续闯荡吧。老叫花子，嘿嘿，老犊子，有劳各位前辈悉心教导，晚辈受益匪浅。来得好，想不到吗？神盖前辈，魔教妖人，能应对众多敌人的武学，就手。老教化这路掌法极好，真理看来七兄尽管去调戏一下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你们这些无赖，住手，小心啊！你可惜。江湖，别担心，我来。多谢姑，魔教贼子。若要胜敌，天界法。气血不足，要及时治疗。九煞回体。天界法。一剑之后，神天界法，九煞回体，一剑之后，多谢龙姑娘疗伤值得，严重了。今日一别，不有缘自会重逢，告辞。施主有我等，莫我不为我等何时不你觉得怎么？这感觉，各位前辈，逆天之风，逆天之风，逆天之风，送君千里终。从你刚才短暂的提示，嘿嘿，老叫花。今后还要勤加练习，施主保重。多谢各位前辈厚爱，还望有缘再相见。别忘记领取这里的宝箱哦。大恩人，原来是灵儿。此处不是，我们去酒馆看看，每天都可以免费招募一次，不要浪费哦。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灵儿今后神盖前辈送给。好浓郁的酒香啊，可否？好酒好酒，姑母既喝了你的酒。今后在下能结识胡大侠亦是非常荣，我们让新的小伙伴上按住他的头像，
扑动到正位上就可以了。前排记得放肉盾型的，皮糙肉厚，耐打能扛哟。三弟，哥哥陪你干了这碗腊八粥。